哇，这什么东西？哦，他们不嫌冷吗？最后又看到一个车掉沟里，我天哪！麦当，我说怎么山上冒火星子了？原来是石头掉下来砸的火星子，太恐怖了！幸好没有过去，要不然就被撞上了。时光穿不断，流转在从前，刻骨的变迁不是遥远。怎么啦？再有一万年，他试图拦着我。喂，呼呼，你走到你不熟悉的地方了吗？你俩挡在我前面，我怎么走路呀？看看我的御前十猫。你要踩着我的影子走吗？不知道为什么走到这里，他很紧张，他不让我往前走啊。你看看，你干嘛给我一口？他不让我往前走了，他在他熟悉的地方，他就走到我后面。现在这个地方他可能不很喜欢。你怎么去？哎呦，到这儿还有点狂躁，为什么呢？咬了我两口。呼呼啊！傻小子。你怎么啦？我们可以回家吗？那咱们回吧，咱们往回家的方向走吧，好不好？走，回家的方向，不拦着我。看到垮了，看到垮了，哦吼！前尘在怀念，往前入眠，挥舞的瞬间，别再闭上眼。把那卖牛的3500块钱退给人家了，这是我动过头水有感情的。我也不舍得卖了，继续养他妈，真的在哭啊！我跟你说，你看我嘞，哎呀，他晓得要走啥了，还哭、哦，算了，我不杀了，真的在哭啊！好，不杀了，他妈真的哭啊！